再次提一提大家啦，同埋特別係一啲嘅影相嘅朋友啦，我哋一陣間咧個煙火嘅效果，大家亦都係注意，特別加倍小心啊！冇錯啦，蠢蠢欲動，我哋亦都見到我哋嘅夜光龍咧，慢慢隨住佢嘅呢一個嘅呢一顆珠咧，係進入我哋嘅會場附近。大家見唔見到邊個手持呢一個嘅舞龍嘅珠啊？我哋嘅文化大使安德尊先生，一齊掌聲佢哋，俾掌聲大王，帶你住嘅夜光龍仲進場啊！冇錯啦。咁等佢擺好個陣之後咧，我哋就請我哋嘅本會嘅首長啦，陪各位主禮嘉賓咧，就係為我哋呢條龍咧就進行呢個套珠儀式噶。冇錯啦。好。等佢哋，因為500尺啊，都需要啲時間咧，企好位置啊。而家兜第二個圈都未見到尾，未見到龍尾啊！真係。梗係啦，嚇！即係傳源源不絕啊嘛，冇錯，仲有個幸運好運。正所謂我哋成日講嘅大排長龍就係呢一排啦，係嘛？各位都急不及待咁啊，好就即係好心急啊！攞起手機，攞起相機，係捕捉每一刻嘅時光。冇錯啦！嗱，你睇下，即係有啲朋友咧，咦，今年擔埋凳仔喺騎手度，真係小心你嘅安全啊！係啦，咁亦都見到將佢嘅屋裏邊嘅燈咧係校暗咗，配合我哋稍後嘅效果啊！冇錯，咁有啲朋友咧，可能年年都嚟支持啦，亦都係有啲朋友咯，可能第一次嚟到參與我哋今次呢個盛大嘅廟會啊嚇，冇錯，一個非常之難忘愉快嘅參與嘅。冇錯，希望咧今年你哋睇過我哋嘅廟會咧，以後每一年咧都嚟參與同埋支持我哋嘅廟會啦，叫多啲新朋友嚟參加，冇錯。因為經過廣泛的報道，剛才都聽到他們都有講過，遠自新加坡的都會特地來演出的。好了，這個時間也都見到我們的夜光龍也在我們的首長的面前，我們有請大會統籌委員會主席梁華星太平紳士羅樂銘先生 MH， 大會主席陳香年女士，大會首席會長葉德榮先生，大會會長何志強先生，羅慧珍女士，吳錦祥先生，黃子成先生，黃友德先生，陪同各主禮嘉賓，食物及環境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太平紳士，民政事務局總署署長謝小華太平紳士，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九龍工作部副部長黃小玲女士，立法會議員蔣麗雲太平紳士，油尖旺民政事務專員蔡亮太平紳士，油尖旺區議會主席葉澳東先生，旺角警區指揮官金榮耀總警司，旺角警區副指揮官李仲華高級警司，好，一同移步到台前咧，就係為呢條夜光龍咧進行套珠儀式嘅。冇錯啦，見到人頭湧湧咧，佢哋亦都進行緊呢一個嘅套珠點睛啦，呢一個點睛嘅儀式啦，啊，係啦。咁我哋咧見到阿大王咧揸住呢一個好有氣勢啊！冇錯，咁我哋台上嘅旗嘅嘉賓亦都係揮動住熒光棒啊！亦都代表住我哋咧嚇，非常之有活力嘅，各位都充滿活力，充滿朝氣。金龍點睛，天下太平啊！彩龍套珠，地區繁榮，個個身體健康，定係事事順境。我哋一齊嘅一眾嘅主禮嘉賓咧，影翻張合照先。冇錯啦，好啦，一眾嘅嘉賓亦都企喺金龍嘅前邊。我調翻轉我哋攝影師嘅上台嘅影相。看上我最好嘅角度啊！係啦。好啦，大家拉住呢一個嘅珍珠嘅呢個彩帶，
宗旨咧就係祝福大家。哇！閃閃發亮啊！冇錯，喺呢個丁丑雞年咧就係事事順境啊！大家咧都賺個盆盆滿滿，豬籠入水。冇錯啦。我哋小朋友亦都學業進步啦，係咪啊？聰明伶俐，快高長大，健康富。做緊嘢嘅朋友咧，就步步高升，事業順利。冇錯。好，影完呢張咁開心嘅合照之後咧，我就可以請我哋嘅黃俊嘉賓咧，二步上翻個台度咧，就係就座欣賞。冇錯啦，請我哋嘅文化大使安敦川先生咧，帶領我哋嘅嘉賓咧，一同到台上邊咧。是欣賞我們這個五百尺夜光龍的精彩演出的，請各位嘉賓，請我們的大使大王移步到台上就座。大家都很心急了，我們的夜光龍即將為大家演出了，也是再多次呼籲各位的朋友注意自己的安全。同我哋呢條五百尺嘅夜光龍咧，係進行呢一個夜光嘅醒獅表演喎。好曬啦！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要多謝嘅就係120多位嚟自生命工場嘅義工啦，佢哋咧亦都係會為我哋舞動嘅夜光公仔嘅喎，稍後時間大家就會見到噶啦。冇錯啦，有12生肖啦，魚蝦蟹啦、星星、月亮、太陽等等嘅噃。咁啊，將整條嘅福泉街咧係充滿呢一個嘅歡樂嘅色彩，但係咧好多謝，有好多朋友咧都係第一次嘅演出喎，原來凡事都仲會有第一次嘅，冇錯，有第一次之後，可能佢哋就捨得每年嚟噶啦，佢要申請要嚟啊！嗱，大家嗱，文君頭先我講嗰兩頭 LED 嘅城市咧，見唔見到台嘅右手邊啊？哇！夜晚發曬光咁啊，好搶眼噃！發光嘅醒獅咧，行到你哋咧，你哋可以摸下佢嘅喎，由頭摸到尾，連頭好到連尾，摸下佢條脷，大吉又大利。我哋一齊摸下先，我哋由頭好到尾。冇錯啦，咁啊見到佢哋咧，好開心，好雀躍咧，亦都喺我哋嘅前面紅旗之咧，亦都係同大家咧打招呼啦。咁啊，各位街坊咧可以不時發出啲呼呼聲咧，啊，咁啊同佢哋回應一下。冇錯，大家都不忘揮動住熒光棒棒啊！
出曬，大旺啊！搞旺都冇錯。生命工場的一位朋友亦都是再次在我們紅旗天我們的首長面前是跟大家再次見面的。亦都可以俾佢哋咧，對我哋嘅文化咧係更加可以認知，係咪啊？冇錯啦，一齊融入呢一種文化入邊啊！咁啊，融入呢一種嘅文化咧，不斷源遠流長落去。冇錯啦，好啦，見到我哋嘅夜光嘅龍鳳啊，我見到鳳凰啊，龍頭鯉魚啦，黃魚蝦蟹又埋嚟啦，開始陸陸續續嚟到我哋嘅。現場啦！仲有咧，我哋嘅大紅燈籠高高掛啦。好啦，十二生肖嚇，我哋見到佢哋喺我哋面前經過啦，稍嘅時間咧就會喺我哋嘅紅地氈咧，再同大家見面嘅。係啊，佢哋都好忙㗎，喺街頭，每個街尾嗰陣街尾冇翻去街頭。其實即係都成幾十分鐘嘅節目咧，其實佢哋都好有力、好熱先得。冇錯，充滿活力啊！好啦，大家見到夜光紅兒都係騰雲駕霧咁樣喺我哋台嘅右手邊咧，喺度舞動緊啊！
咧，我見到個嗰龍咧噴煙啊，我覺得好好 amazing 啊！係啊，係嘛？好有型，好有型啊！大家揮動你哋嘅熱波棒啦！龍咧亦都係象徵住我哋中華呢個吉祥物啦，咁套出嚟嘅衣服咧，睇下喺。冇錯啦，帶俾大家呢個健康啦。哦，我哋要改變下呢啲嘅行為衣帽先。好犀利啊！好接近我哋嘅群眾啊！我哋希望哇，我哋打個招呼 ，Hello！ 我正所謂，我吸啲龍氣，龍氣係嘛？冇錯，吸啲龍氣啊！我哋要 ，Hello！我們的街坊是見面的